肉丸选一选，鸡蛋和火锅都是我的。小样又想套路吗？儿子儿媳妇吃饭了，来了来了吧。哎呀，儿媳妇今天吃饭了，吃饺子。今天我就吃小的吧。吃大的？吃小的，小的好。吃大的，我想吃大的。你这样，定钢锤听赢了的行吗？行，来定钢锤。哎。选小的呀？你咋有鸡蛋呢？啊，我自己煮的呀。他还在这高兴呢，一会有他后悔的。他可真小气，六个鸡蛋都让他吃了。这火锅鲜香麻辣，真好吃，料还很足。啊、哎呀妈，那等会吃，不吃它呢？这一会儿，对，一会儿。哎呀，等会儿，等它吃完的咱再吃啊，等它吃完的。哎，我有点饿呀。你饿呀？你这样，这有的是。你看，这么多呀，不得挺贵呀？不贵，像它这一盒啊，在外面至少要15到20块钱，今天在咱们这儿啊，7盒只要39.9块。合着一盒啊只要5.7块，它呀是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里面啊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、啊、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，吃完之后呢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省事啊。你平时啊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。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妈，你饿了，我再给你泡一个。哎，妈，你看他这也吃的差不多了，要不咱俩吃这个？行，咱俩吃这个。行。儿子吃大份儿，儿媳妇吃小份儿吧。哎，不对，这里面一共有俩肯定坑。儿子，这里有惊喜。惊喜？那我就先把惊喜吃了。帮他还不先整死么走了？嗯，你确定是那方？这火锅里面料真是足啊！我就说你娘俩坑我吗？果然这个碗里也有蛋。看来今天这波操作赚大发了。还有，老妈这是什么意思？给我的小份里放这么多蛋？这个碗我明白了，看来我这碗才是好吃的。那当然了，它是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当然辣了。这都是牛油锅底的，你尝尝这川粉，这川粉好吃。好吃，应该是红薯粉的。家人们，给大家推荐一款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啊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。像这样一盒啊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。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2盒、4盒，再加3盒，一共到手是7盒，只要39.9。合这一盒啊，只要5.7。你平时啊，放在家里啊，放在办公室里啊，可以多囤一点。吃完之后呢，也不用刷锅了，也不用刷碗了，真的特别的省事啊。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去囤吧。哇，看你吃的也差不多了。看看，我来吃。啊！我把你都吃了。你一个鸡蛋，我两个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行吧，都给你吧。别独吞了。来，一码一双筷子，我取筷子去啊。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竟然没直接把鸡蛋抢走。看他今天这么好，鸡蛋就奖励给他吧。藏好了，给他换个位置。哎呀，哎呀，看着都香。好吃。呀。啊，给你了，你吃吧。还以为他发现我的秘密了。
看来是没有。嗯，是。嗯，还是挺好吃哈，香香辣辣的。嗯。嗯，咋把鸡蛋都给我吃吧？哎呀，那我可不客气了。嗯，我这还自带上粉呢。嗯，那呗。嗯，我这上粉 QQ 弹弹的。嗯，好吃。哎，我特别愿意吃这个上粉。我也是。那土豆片还脆脆的哈。嗯。哇。嗯，好吃。家人们，给大家介绍一下子，这个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，它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啊自带蔬菜包和川粉包。你这样一盒呢，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。今天呀，在我这儿，我给你两盒、四盒，再加三盒啊，一共到手是7盒，只要39.9块。和这样一盒下来呀，才5.7块。你平时啊，放在办公室，放在家里啊，都是可以的。你吃完之后呢，也不用刷碗了，也不用刷锅了，真的特别的方便啊！我给姐妹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，感兴趣的姐妹们抓紧时间去囤，多囤几单啊！好吃吧？嗯。哎。你一个鸡蛋，哎呀妈，完了，两个都倒里了，吞了，行吧，都给你吧，一双筷子，我再拿双筷子去。哎呀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竟然没直接抢走，看他今天这么好，蛋就给他吧，就当是奖励他的了。藏好了，给他换个位置。哇！难道他发现了？嗯，这给你了，你吃吧。看来是没有。哎，这个牛肉汤底还挺好吃哈，嗯，辣辣的哈，好吃。嗯。粉也是自己带的吗？对啊，都是自己带的。嗯，而且火腿啊都很大个呢。嗯，我最愿意吃这个川粉了。嗯。哎，真太好吃了！姐妹们啊，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我吃的这个正宗的重庆自热火锅啊。它呀是牛油锅底的，里面自带蔬菜包和川粉的，这样一碗呀在外面要15到20块钱的。今天在我这儿，我给你们2盒、4盒，再加3盒啊，一共到手是7盒啊，只要39.9块。这样合下来呀，一盒只要5.7块啊，真的特别的合适啊。你囤在家里啊，囤在办公室啊，都是可以的啊。而且呢，你吃完之后你还不用刷锅刷碗了，真的特别方便啊。感兴趣的姐妹们，我给你们放在视频下方小黄车了啊。哇，它这川粉好筋道啊。那当然了，特别好吃啊。哎，这怎么还有一个大肘子？有人